能不能让江医生帮我女儿动手术？我是信光监狱的医生，不是善林医院的医生。他只信任你，这样也要拒绝吗？手术是什么时候？7点半。别迟到。我接上份金钗给你，只要睁只眼闭只眼，就有这辈子花不完的钱。怎么打？就是不接电话。手术时间已经要过了，不然要取消手术了。再等一下。你在哪里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Pro 假面医生。